OK， 现在是败者组决赛，马老师对 CC， 这 Z 也是直接还是队长啊，也是比较多的角色，最后选择队长。看来今天的比赛有队长 DK， 有萨姆斯，还有小麦克，还有勇者，啊，还有勇者，对，他勇者也很好。但是不知道这个马老师这个日文机子，他应该就用不了勇者，对，应该是。像我觉得马老师可以允许他。来这边也是前头，这边横臂直接抢，这个怎么说？马老师二段跳回来选择空后一，前头炸弹忘了怎么说？哎，上 S 没抢过铁腿，空炸空后哦，这个反过来空前应该是死了。这个想直接硬顶，但是马老师这边也是先看空稳顶出去，还有手边，手边怎么说？哦。空我踢出去，玩儿一这个应该死了吧？哇、哦，这个上臂打得漂亮。对，这个也是直接逼的，这谁提前用上臂？对，这个上 S， 哇、哦，这死了，踢死了，我靠！对，这个炸弹，这就是有所耳闻呢。这个手边，这个队长的上 S 说没有后摇，对，下 S 也没有后摇。大家看打点，嗯、啊，好像说那一脚蹭着盾踢到就没有。哦，这边对，我有个炸弹，怎么说？嗯，踩头了，顿顿死。其实这边很稳啊，也是先看炸不出去，看怎么守边。哦，这个刚才空闪下来，如果直接空前，哦、如果直接空下的话，空前就死了。这炸弹没抓到，对，但是独跳的空前。咋了？还行吧。哎，这个二十八边前头。哎呦，必差一点。完了，还好抓边了啊！这没抓边要被陨，应该是直接死了，看到吗？对。哎，这空门短了一点儿，但是二十这边空臂拉 facing， 空上空上。空前。哦哦。等回来，怎么着？选择攻击回场，空恩耶，但是没有连断。我抓到前头死不了，这个手边怎么说？出去拦吗？我出去拦了，但是被射回来了。想用这个持续针很长的空前啊！炸弹没有炸到。哇、哦，这个有这个闪，这个跑头还是头？怎么回？但是死了吧？一比零，马老师一比零领先，不用设置。啊、换了火狐 ，OK， 想用他那个下臂来对策一下吧。真假的？选择开始射击，选择终点开始火狐，也是没有见过的角色啊 ，CC。DA 空后，而、啊、不是上 T。这个位置手边怎么说？手太短了，而且很轻。这个位置应该死了吗？漂亮的必胜！哎呦，差一点儿。空前空后，但是被抢了，抢了个空恩出去啊，马老师。这个怎么说？这个蹬回去，追我抓呆。然后炸弹，哎呦，差一点炸到了。这个啥意思？这个啥意思？啊，没有死。啊，这个空恩能拦到？啊、能拦到？都没有拦到。马老师，拦到，拦到。马老师，哎呦，差一点。开始空恩就摸。哦呦，这个冲上，死不了。空恩空前连断，马老师这边135，看看火锅这边怎么拿击杀。空后空后，这波这边直接被闪出来了，能炸到上 S 出盾根本不行，怎么办？上板上不来板，被抓踢出去，然后炸弹。哎呦哎呦，好短！再来一下，哦，这下好来。OK， 这边也是火狐先把秘书扳平，但是旁边已经是79、89，场外很危险。这边挨一刀子可能要死，直接踢出去，上臂直接带走，三个道具一起走，近身上臂送你走。我开始连起来了，
空恩啊，空后，马尔拉开终点这队，哎，这边是打了一个 lock， 怎么说？嗯嗯，上头怎么追？但是炸弹掩护自己回来，怎么说？下踢空前76，马老师这边资源还在，直接空恩。反边空前78、76，这一波要是空恩打到的话，能死直接。但是也是在火狐的计价区间了，火狐能不能找一个空恩泽或者是直接 S 的一个机会？能不能摸到啊？小光哥要果断点。有没有机会？哎呦呦！这炸弹，这炸弹怎么？空恩这边出去，炸弹！哦，2-0。我小麦克电击脸，电击脸，上 T 空上上 B。哦呦一下！ Okay， 开一下 LDA， 开摁，手指放在 A 上，能回来。two。呜呜呜！下踢，啊，没炸过去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被2-0了？啊，被2-0。我操，何子啊！玩的谁啊？赢了。加油，哦，那也可以了。哎，有 KO 权了，我被踢出去，回不来，能不能用点竞技的东西？回不来了。爹。又有个爆马老师，哎，你他妈热身啊！哎，这个空前，封闭回场，把 S 砸出去，107怎么说？下 S 能抓到吗？没有抓到。下 T， 哎呦，这个封闭没有抓到，我、哎、被炸出去了，能回来吗？回不来了。啊，这小麦克的回场真的是难受，小麦克需要个亚森，需要个亚森。哦，马上玩起来了，这上 S 是什么？空上亚顿下不来，战场的小麦克能玩？兄弟们能！哎，这个抓住抓住前头死了没？死了吧！哎呦，马老师自己欢乐！哎，这个炸弹抓出去！哎呀，哎能穿山！哎呦，踢出去！死了吧？死了！死了啊！穿山！